最近我收到了很多私信，纷纷让我挑战传说中的印度魔鬼辣椒。相传印度魔鬼辣椒的辣度号称世界第一辣。鼻腔都是辣的，不过既然要挑战，今天我要用这一整袋魔鬼辣椒做一份史上最辣的火锅，并且挑战吃完它。现在开煮，这是我们煮了5分钟的牛肉丸。我这个水，我受不了了，我现在整个头皮都在发麻，感觉胃都开始灼烧。总体来说，看看眼前的桌子，每次吃火锅都这样。多大点事儿？魏某先生日常台面喷雾，一喷一擦，污渍立马消失干净。有本事你就解决，每次在公司灶台上做个碗留下的重油污渍。简单，魏某先生厨房重油污尽，喷洒至完全浸湿，然后一擦，你看。石强老师，以后的家务我完全可以和你一起分担，应该挺贵的吧？魏猛先生买回来很划算的，现在就上天猫庄臣官方旗舰店参与双十一活动，就有更多优惠。可乐相信大家都喝过，那么浓缩100倍的可乐也是浓缩100倍快乐。可乐原浆，你们喝过吗？这不是浓缩100倍的快乐，这是100倍的肥胖。你怕？据说我们平常去的那些快餐店里的可乐，都是通过这种巨便宜的可乐原浆制成的。本着实践出真知的精神，今天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快餐店里面的可乐到底是不是用可乐原浆制成的。这是一包20千克的蓝色可乐原浆，好像太多了。就像你们看到的，可乐原浆本身好像蓝墨水啊，喝下去不会出事吧？它的味道真的和可乐一模一样。现在我们试一下正确的喝法。啊，就是我们在快餐店喝过的那种可乐的味道，不过相对来说这个比外面罐装的可乐甜很多。我们再来尝一下浓缩100倍的可乐究竟是什么味道。好甜，这个真的好甜啊，就像撒了一把糖精的极致糖浆，又甜又厚又粘稠。因为这可乐原浆非常粘稠，喝进去之后好像有一层膜挂在你的舌尖上的感觉。没想到浓缩100倍的肥宅快乐水并不是浓缩100倍的快乐，不仅不快乐还恶心。不过会不会是我没有吨吨吨喝下去的原因，所以可乐原浆才会这么恶心？如果我一口喝完，会不会有新的发现？现在我就尝试一下一口喝下可乐原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一口喝下去，甜的让人恶心，牙齿都咯吱咯吱的。完之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忌口开饭。我这段时间再也不想喝可乐了，想起来就反胃。今天的测评绝对是开饭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集，坚果切糕。坚果切糕呢？王大河，那我给大家重新做一个不行吗？做切糕的必备材料：坚果、瓜子、大花豆、山药、脆片、草本核桃、桂味花生、夏威夷果。这恰恰坚果大礼包，种类挺多呀，分量也多足。夏威夷果圆润饱满。好吃，怪味花生香脆可口，好吃好吃。王大河，切糕切糕啊！现在我就来教你们做一道一般人都不敢吃的坚果切糕。适量蜂蜜小火熬制，之后加入各种好吃的坚果翻炒，最后撒上黑芝麻，盛盘放入烤箱烤制半小时。坚果切糕，润甜绵长的蜂蜜裹着鲜甜干脆的坚果仁，还带着浓浓的芝麻香。我决定了，以后每天下午我都要做一道不同的坚果甜点。每天下午？现在坚果这么贵，就说你孤陋寡闻。恰恰坚果现在双十一苏宁特卖，优惠简直不要太多，我已经准备要囤货了。哎，你跑哪儿去？拿手机买坚果。跑什么呀，赢了购物卡再去买。现在参加苏宁出道吧手机种草官挑战赛，有机会拿5000块苏宁一个购物卡呢，想买什么买什么。最近有很多小伙伴私信让我体验一把吃芝士吃到爽是个什么滋味，所以作为资深的芝士控，我买来了巨好吃的百吉福芝士片，配上我王大和压箱底的芝士神仙吃法，告诉你什么是爆浆流心大满足的超爽体验。你居然还有压箱底的芝士神仙吃法？那当然，芝士的神仙吃法，芝士奶盖捞面。俗话说，爱它就泡它。你说谁？我说的是芝士片，不是其他。煮开的面上盖上几片芝士，就秒变浓郁的芝士奶盖捞面。你听着咕嘟咕嘟，我已经等不及了。终于好了，浓稠多汁的奶盖捞面，浓郁的芝士香，纯滑的芝士和面条完美的交融在一起，一口下去，感觉嘴巴里爆浆一样，简直不要太满足。汤汁浓稠，你怎么还在回味呢？一碗下去，口中还回荡着浓郁的芝士香，真的是太爽了！给我留点。信口开饭，全网最下饭的美食测评网率。我期待已久的波兰口粮终于到了，现在现场开箱。波兰口粮里面为什么会有一包北京方便面？哦，卖家送的。波兰口粮几乎是我买过的口粮中最便宜的一个，加上运费才148，里面有一包卖家送的方便面，然后一份波兰口粮 A 套餐，里面有饼干、纯水、加热袋、餐具、主食，没了，居然没了！喂。不请，这也太简单了吧，能吃的就一份主餐加饼干，连一份果酱都不舍得给，小气。我收回我之前说的话，这是我买过最贵的一份巨量，你就这么小一份主餐加饼干花了我140多，拿着这个钱去吃排骨，它不香吗？好像也不对，毕竟之前日本口粮是我花了200块钱买回来了一盒饭，加热主食放置一边。哇，这好硬，这比俄罗斯口粮里祖传的苏打饼干还硬，波兰人难道是靠牙口选择士兵的？还好我之前买了一些鹅肝酱，蘸上鹅肝酱，
还是好硬。主菜已经加热好了，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叫啥，暂时命名为蔬菜土豆浓汤。酸酸的，里面有一股淡淡的黑胡椒味，里面蔬菜种类倒是挺多的。说实话，我就不知道波兰口粮为什么能吃的这么少，餐具这么多。总的来说，波兰口粮我只有一个感觉，真的亏，有这150块钱，我都能自己去吃一顿火锅了。而且因为下午要测口粮，我中午都没吃，现在好饿。下一次我一定要测那种东西巨多、分量巨大的。那我是测德国维和部队口粮，还是俄罗斯航天口粮好呢？信口开饭，全网最下饭的美食测评网率。还记得被中辣5号、特辣6号、绝辣7号、变特辣8号、特辣9号以及特辣10号支配的恐惧吗？还是这么多放了多浪费？今天我就用这些一起做一个火锅底料，那味道绝对比重庆还四川。首先，我准备好葱姜蒜，热锅爆香，再放入冰糖，接着重头戏来了，放入5、6、7、8、9、10号辣椒。哇，这火力有点猛啊！王大河。你在炸厨房吗？我只是想做个火锅底料。再说了，炸厨房也不怕，我这燃气灶可是防爆钢化玻璃面板，爆炸没了它都没事。那你倒是把油烟机打开啊。这油烟机有点厉害啊，这么大烟都吸没了。是啊，哎不对，我的火锅底料还好还好，可以继续。再加入香料翻炒，加入料酒，水分炒干，就可以关火冷却了。绝辣火锅底料完成。你可别忘了清理油烟机，这肯定糊一层油。一天天净瞎操心，你看，接个水管清洗。轻松搞定，行行行。不过你哪来的钱？我参加了出道吧首席种草官挑战赛，能拿奖金，再加上双十一上苏宁易购有优惠，所以我就动手了。今天我就挑战喝完这个火锅底料。你是真的？嗯。当你在户外没有电没有热水的情况下想吃一碗面，你会怎么做？钻木取火，不安全。太阳能加热，面没熟，我倒是熟了。电磁炉，户外没有电，但是这个不用火不用电，15分钟就能吃的热面，你见过吗？看看底层蔬菜包、鲜浓高汤包、鲜熟面包、红烧牛肉包、这肉包沉甸甸的，还香，嗯，汤汁香浓醇厚，面条筋道爽口，肉块很大块，对于我这种肉食主义者来说爽。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很像我妈做的牛肉，特别的软烂入味，这面填饱肚子不是问题，操作还方便，过几天出差正好可以带上它。哎，王大河，你的康师傅苏打面馆自热面？不是，你的康师傅苏打面馆自热面。 Oh my god， 买它。老板昨天送了我一盒费某罗，让我数清楚一共有多少颗花生粒，我偏不。有病啊，没事数那玩意儿干啥？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这一盒一共有96颗巧克力，大小均匀。我寻思着，这每一颗巧克力上面的花生数量都一样吗？这颗一共有263粒花生，这颗一共有254粒花生，这两颗的花生数量没什么差别吗？那这所有巧克力一共有多少花生粒呢？哎，不想说了。为什么要数这些东西啊？啊，我不想数了。我终于数完了。96颗费某罗，一共有24385粒花生。大河，我看网上用费列罗包装纸叠叠贴纸挺好看的，要不你闭嘴。信口开饭，全网最下饭的美食测评网率。必胜客相信大家都吃过，但是你们绝对没有尝过一次点完必胜客所有口味的比萨，并且吃完它。所以今天我要完成一件我一直以来的心愿，点完必胜客在售的全部比萨，顺便看看到底需要多少钱。这就是必胜客全部口味的比萨，共计15种。我今天终于实现了比萨自由。果木香风味烤鸭比萨，第一次看到比萨上面有烤鸭的。果木香增加了鸭肉的香味，一入口，嗯，再搭配葱丝的清爽，简直让人欲罢不能。不过这样单独品尝那也太没意思了。土耳其式巨无霸披萨，啊，一口能吃到几种不同的披萨，简直不要太幸福。冒昧问一句，这才月初这么多比萨，你是准备后面喝西北风吗？才不是，饿了么最近有活动，可以买饭票啊，饭票想囤就囤，想买就买。我点完必胜客所有的比萨，很便宜的，省了很多，而且饭票不止5折。像必胜客4块钱就可以买到2份黄金香酥鸡柳，还可以和红包叠加使用，而且饭票还可以无限囤，用不完45天自动退，机智如我。手上已经囤了好多饭票，根本不用担心。听说豆汁这东西恶臭无比，和鲱鱼罐头有的一拼，我觉得豆汁对我来说肯定没有问题。哇，怎么一股泔水味？就说豆汁大口喝下去就不会感觉到恶心了，是男人就一口闷。想哭嗓子眼儿。今天我王大河还得做回真男人，挑战喝完6斤豆汁上。嗯。我胆汁都要吐出来了。从此我王大河也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了。走，赶紧把碗都洗了下，那喝就算了，这玩意儿怎么还这么难洗？这要洗到什么时候？有洗碗机你不用？这玩意儿真的有用吗？哎，大河，你在洗碗啊？帮我也洗一下吧。这是锅啊，你怎么把锅放进去啊？这不是能放吗？你这碗都够我们公司所有人吃饭了，不
塞糊涂我一个锅。嗯，锅都行。洗干净后的碗居然还是热乎乎的，是那种舒爽又洁净的感觉。这个洗碗机也太方便了，先放双手啊！小贝只好把偷偷带回家。哼，你家有地方放吗？我把它切在柜子里不就行了？反正这台洗碗机是独欠两用的。四根儿。